狄英溺爱独子惹祸不是第一次。二子狄梅曝光14年前害死弟弟重蹈覆辙。台湾演艺圈大子大狄英，他在美国念书的独子，昨天29日经传在美国涉及恐怖攻击，已经被美国警方逮捕。消息传出后，让台湾民众都相当震惊。有网友综合媒体上的报道，认为他太宠爱儿子，才会养出妈宝，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不过事实上，他在14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事情，当时还后悔太过溺爱，没想到事件重演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狄英的儿子孙安佐日前扬言在美国高中校园发动扫射恐攻，同学得知消息后马上通知校方，目前他正被警察拘禁调查中。据悉，就算付出高达300万台币也无法交保，让狄英夫妇相当着急。不过事件发生后，很多人都说狄英太过宠爱孩子，才会不了解孩子会开这种玩笑，惹祸上身，可以说是教育失败。更让人想起14年前狄英的二子狄梅曾经上节目《冰火五重天》，聊到他们已经过世的大弟。他说，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，弟弟不管走到哪都被欺负，最后竟然成为帮派分子。从此他和狄英就常常轮流进出警局，只为了救出弟弟。姊妹俩为了弟弟着想，甚至出资百万元帮他开了一间咖啡店，希望有了正业可以从此脱离黑社会。谁知道没想到弟弟竟然在店里放置赌博性猪牌，遭警方逮捕。事后警方更要他把自己改为负责人，才不会让弟弟背负两条罪名。宠爱弟弟的他也照做不误，后来更被警方要求上缴枪支才可以放过弟弟出狱，让他和狄英到处下跪求人帮忙。所幸最后在律师协助下才成功让弟弟出狱，然而最后却弟弟不但没有改邪归正，甚至染上毒瘾，仍然不断进出警局。直到2004年，因为在友人家中施打海洛因过量，最后身亡，为生命画下句点。狄梅表示，过去七年后才发现，当初就是因为太宠爱弟弟，才会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。有网友对比狄英现在宠爱独子的状况，直呼根本就是弟弟翻版，虽然没有这么夸张，但是真的不能宠。看来狄英家就是一直循环，对男生的宠爱都害了他们。已经有弟弟这样的例子，还不知道学教训，好好教育孩子好的价值观，根本白费当父母。图片来源东森新闻。不过狄英其实早在弟弟死前十年就已经不跟对方联络，并曾表示，因为他不学好，我们全家人早就放弃他。如今自己的儿子因为玩笑话的尺度拿捏不好，被美国警方逮捕，让人看了不胜唏嘘。所以说，真的要注重教育，太过溺爱都不会有好事情的，大家怎么看呢？参考来源